안녕하세요. 네, 잠시 먼저 포토타임을 가지도록 하겠습니다. 首先来进行拍照的环节。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黄旭俊呢，最近正在拍新电影《使者》，然后最近在拍的是高强度的一些动作的戏，所以呢，是为了自己的健康，我们要受伤，所以在很努力，给他用最大的掌声好吗？好的，谢谢，对，他就很感谢你。 네, 이어서 저희 다음 순서 진행을 할 텐데 편하게 잠깐 앉아서 계시고요. 렌즈가 조금 많아서요. 那让朴旭俊稍微坐一下来。那我们现在呢要进行我们下一个环节。 네, 이번 사연에는 한국의 대표 스위핏 마스크 브랜드 라네즈와 최근 백거드쇼와 콜라보한 캡슐 컬렉션을 노출한 동글랑이 함께해 주셨습니다. 那我们这次的粉丝签名会呢，是由代表韩国睡眠面膜的品牌兰芝，还有晶晶跟朴旭俊一起合作的万宝龙一起来进行合作。那首先呢，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给大家，那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。对，我们看到两位这次都蛮聪明的，都准备了这些东西。 먼저 저희가 선물을 나눠드리는 그런 시간을 갖도록 하겠습니다. 那首先呢，我们要进行我们今天的抽奖的环节。那抽奖的环节呢，我们一共会有两轮。在第一轮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有兰芝为我们提供的水分最佳套装三个套装，会送给10位，并且呢，还有是万宝龙提供的2个奖品。好的呢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下我们的下一个环节。